与你们俩没关系，跟我肯定没关系啊，跟我也没关系啊。这与你得去问袁小夏，他肯定知道怎么着的火。他就是个灾星，每次石头遇见他准倒霉。哎，说不定这火啊，就是他引起来的。哎，我也奇怪呢。袁小夏怎么会在那儿呢？行了行了，别人的事儿咱不管啊，不操这个心。只要不是你俩就行。回头啊。 要是那个保卫科问起你们，只管说自己的事儿，不说别人的事儿，知道吗？啊！哦，我明白了。妈，你和我爸给我和春儿又拽回来，就是想串口供呗。我是怕你们俩不懂事儿，跟着瞎白话。你们俩真行啊，我老有病了。事儿办得太不仗义了。那什么仗义不仗义的？山大王啊。 那咱们家不指望你增光添彩了，就是别再给家里惹麻烦，行不行啊？爸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石头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你就这样把我们俩叫回来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你们俩就懂点事儿好不好啊？这外头都乱成什么样了，你俩就消停点，让我们省点心，行不行？ 刚睡了，让他睡一会儿吧。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就问我吧。嗯，那好，阿姨，您作为被救者的亲人，想对救您女儿的英雄说点什么吗？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对段云平的感激之情。你说他舍身忘己，冲进火海去救人，这就是雷锋精神，是品德高尚的表现。 大家都要向他学习，他是我和袁小夏的救命恩人。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？你现在不是代表你自己了，你是代表整个良机厂的形象啊！你知道不？把你宣传好了，这场失火就坏事变成好事了，你明白不？哎呀，你也不需要明白。一会儿啊，见到记者就实话实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来，<笑> 哎呀，记者同志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把云平同学给你们带来了，哎，你们聊着啊。那个宋厂长找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奉陪了。云平，嗯，哎呀，谢谢啊，杨厂长，谢谢。云平同学，现在所有伤者都没事了，你放心了吧。那咱们好好谈谈。你就说说事情经过吧。昨天你是怎么发现着火的？哦，当时你是怎么发现仓库里面有人呢？ 蹲下！来人啊！活着！对不起，二位记者，我所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对不起。 有个性，有个性是有个性，
不过胡老师，这救人的和被救的两个当事人都没接受采访，咱这报道可怎么写呀？哎呀，好写好写，事实基本清楚就够了，具体细节采用一些文学手法，这样的报道可读性才更强。这么快就有调查结果了？昨天我们一调查，江忠实就全都承认了。 电焊机是他搬进去的，昨天也是他实施了电焊操作，基本上可以确定，他就是责任人。这里面有什么法律问题吗？初步统计下损失，里面确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都是些废旧物品。受伤的几个人也都没什么事儿了。分局那边说，不过立案标准，那咱们厂里自己处理。这个石头，净惹祸。好在是虚惊一场啊。哎。 六老五，在全厂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大检查，看还有没有像这样的火灾隐患。江忠实嘛，他一个学徒工也没什么好罚的，通报批评吧。对了，段大海同志的儿子段云平，这次可为厂里争光了，给工人子弟树立了榜样，要表彰。你们保卫科配合工会，抓紧办一下这事儿。 嗯，好，这是赏罚分明啊，那你们去办吧。嗯嗯，哎，等一等，段云平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？嗯，这样，咱们好事做到底，就以咱们厂里的名义给华大去一个函，向他们介绍一下段云平的光荣事迹。哎，这个想法好，我去办。 刚刚考入华北大学的常子弟段云平同学，在火灾事故当中，英勇无畏，见义勇为，迎着烈火向前冲，奋不顾身地救了被困在火场中的女同学，挽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，为全厂子弟和干部职工树立了榜样。 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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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系本厂京东车间工人江忠实，因为违规存放和使用报废设备引发火灾，造成严重损失，现给予江忠实全厂通报批评处分。大家伙看看，这报纸还有详细报道呢。面对烈火，段云平同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生命最可贵，救人最要紧。于是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，一头冲进了仓库。在滚滚的浓烟中，找到了已经昏迷的女生。 他屏住呼吸，拼尽全力，背着女生冲出火海，不顾一切的向医院的方向奔跑。妈，不用念了，我自己看。行，自己看吧。嗯。夏夏，段云平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他了。哎，这报纸上说。 火灾的事故责任人就是老江家的儿子，他就是个大灾星，想起来我就生气。他不光引起了火灾，他还怎么了？快告诉妈，他当时就在火场，他明明看见我呼救，他竟然能一转身跑了，他这叫见死不救啊！哎呦！ 你说他早点救了你，你就不至于遭这么大的罪了。人家医生说了，再晚来几分钟，你的命就没了。你说他这人怎么这么坏呀？他肯定是把我当成他的仇人了。他怎么会救自己的仇人呢？有多大的仇都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说江忠实这么小小的年纪，他心怎么就这么黑呢？你说，妈，咱们谁也别提他。 晦气！行了，不提他们了。哎呀，来，来，石头，石头。对不起，石头。我没想到他们能这么写，我压根儿就没接受他们的采访，他们乱写。一会儿我就去报社，说清楚是你救的袁小夏，我让他们重写一篇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真写的什么烂东西吗？ 这一看就不是你说的，这比你们俩差远了。啊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哎呦，不就是通报批评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脸皮厚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找那记者问去啊，记者到时候刨根问底儿，你再说漏，到时候更麻烦。
你不在乎是你的事儿，我不能不在乎。救人的事儿我必须帮你澄清，你要当真吗？哎，不是你干嘛？我踢死你！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呢？小心点，嘴说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不是我这有事儿，小心别跑水，小心手。我上厕所行吗？ 小段，那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阿姨慌慌张张的，都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。哎呀，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你舍身忘记到火场救人，你真是雷锋精神，品德高尚。阿姨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事过去了，以后咱不提了。哎呦，那怎么行？ 我会感恩你一辈子的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哎，我给你打听件事儿，啊，我看那报纸上说呀，咱们这个火灾事故责任人就是江宗师。我还听说他当时就在火灾的现场，他把夏夏扔在火场，他自个儿就跑了。哎，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？他怎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呀？ 对啊，你就由着别人这么说江宗石是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石头是什么样的人，别人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讲不讲点义气啊？真是小夏妈妈。谁的妈妈也不能不讲道理。谁不讲道理了？姑娘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江宗石的女朋友。妈。 进屋吧，别跟这种不讲道理的人说话。你说谁不讲道理啊？刚才说什么见死不救？哎，先说没有的事儿啊，就算是有，那也是理所应当呀。凭什么要救你啊？是啊。啊，你害他的手。庄阿姨，苗香，都是我的错。 对不起，没人接受你的道歉。看看，咱们厂小二，你看看啊，出息了！哎呀！ 哎，小二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杨叔。哎呀，有好事儿了。什么好事儿？前几天咱们厂不是给你们大学发个公函吗？把你英勇救人的先进事迹介绍给你们大学了。你们大学还真回函了。你看看，把你当成模范典型予以表彰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小二啊，这个英雄没白当啊，还没报到，在大学里就出名了。 以后啊，评三好当干部入党，这可都是资本呐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你说这是不是好事？杨叔，其实我这事儿有点，不是有点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有点旋转太多了。 你这孩子，什么叫弘扬正气呀？弘扬就是大张旗鼓的宣传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以后啊，你还要好好表现，等到了大学继续为咱们厂增光添色啊！我把这个送到宣传科，让他们好好宣传宣传。哎，小二，加油！<笑> 那就给宋厂长添麻烦了。哪里话，这是关系到整个行业发展的科研任务，我们理应配合呀。啊，宋啊，哎呀，老杨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
这位是中州大学的叶明甫教授，这是我们副厂长杨克俭。哎呀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请坐请坐。哎，坐。叶教授啊，正在做一个关于金属加工装备的研究课题，要在咱们厂调研一段时间。你安排一个专人，给叶教授他们做好接待服务工作。科研工作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，叶教授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，我们会大力支持。哎呀，那就太谢谢二位厂长了。其实啊，有一个人带路啊，那就足够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没事，多听听歌。嗯，从小唱歌就难听。洗漱用品怎么走啊？你到那不刷牙洗脸了？我给你带俩手电筒啊，上厕所的时候别掉坑里。哎呀，还有这风筒、镜子。哎呦，你怎么什么都忘带呀？哎，烫绳，没事减减肥。哎呀，这东西太多了，装不下了。你去，去你屋里把你那皮箱拿来啊。我那个。对对对，你去。这雪花膏，等会儿这脸别伤了。哎，你去厨房啊，给他装点咸鸭蛋，多装几个啊。哎，好嘞。你看看，还有什么想拿的？还缺什么不？哎，还缺一双小白皮鞋，这一身都搭好了。这还缺鞋呀？知道的你是上学去了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去选美去了呢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明天啊会认识很多新同学、新老师。这第一印象很重要，可不能马马虎虎的。是是是，不是反对你打扮啊，但是这大学生不还是学生吗？最重要的还是学习，你呢一定要掌握分寸啊，知道不？好好好，说吧说吧啊，反正呢我也要住校了，今天啊就让你们说个够。掌握分寸。哎呦，这个压到了。来，不就这往哪放啊？这东西是不是太多了？这怎么往学校拿呀？要不这样，精简精简，缺什么咱们再回来取，行吗？哎，不行，不能动啊！这些都是我的鞋和衣服，我天天都得换的。哎呀，您放心吧，石头跟我哥送我，两个大小伙子还对付不了这么几个箱子啊？石头送你啊？他送我怎么了？他送我都不行了呀？行，当然行，没事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去找双小白鞋。哎，你来帮我扣一下，来来来。没水。这两天上哪儿了呀？什么活呀？得让你一个学徒工出差。这两天厂里有个紧急的维修任务，人手不够，师傅让我去的。哦。你们去了几个人啊？住招待所吗？哎，您这个地方现在有没有感觉了？哎呦，还真有点疼哎。你得听话，那医生开的药每天得按时吃，而且我不在的时候没事你也自己摁摁自己的腿，这些都有用。行行行，知道了，都说多少遍了，还嫌我磨叨呢。我现在家长就得听我的。行，现在你是家长。抽身的，能进来吗？啊，我不进了。石头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说，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哦，行，等一下啊。怎么了？日报记者说。说他们的稿子不能重写。年轩去了。多余。我的。不是咱能不折腾了吗？这件事到此为止行不行？石头，我就是觉得我对不起你。这本来厂里失火的事情已经全都推到你身上了，你现在连救人的事实都不能澄清。
实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哎呀，你别这么想，行不行？咱小时候看那小人书《水浒》，学那拜把子，你记不记得？朋友就是要两肋插刀。再说我们是朋友吗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是兄弟。兄弟就得互相支撑、互相扶持，这是必须的。我有难处，你也会替我两肋插刀的，对不对？那肯定啊，为了你，我全身插刀都行。真的。小二，说真的，你是咱们梁机场子弟的骄傲。等你将来上了大学，好好学习，将来有出息了，我今天做这些就没白费。石头，我答应你，你相信我，我永远不会忘了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。哎呦，你说我麻死了，你忘了。我们都忘了，失火就是我的责任，云小夏就是你救的，这就是事实。我们俩从今往后跟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。我希望我们能像以前那样轻轻松松的，好不好？前提都有，做五个蹲起，谁做完最后做完回家谁是乌龟？哎，乌龟！啊，老郭呀，是我。那个，今天我让你找的那个人，配合中大叶教授调研，你找谁了？你看让马超去。马超？啊，不行，他耽误工作。像这种工作呀，找一个临时工就行了。这样，你找金工车间的江中石。江中石啊？嗯，对，就是他。行，那我现在就通知啊。这不用，不用，今天晚上通知，明天就可以了。啊，嗯，好好。好好，嗯，那我撂了啊，嗯。货真行，这说好了要来的，一个临时加班，一个一大早上连人影都抓不着，还得是你啊，够意思啊！哎，行，不用恭维我，我就知道每次有力气活的时候，肯定少不了我。哥，姐，你们快点，前面马上就要到了。你慢点，你快点吧。其实啊，梁机场也算是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了。可是，大家看啊，这些机床有些还都是60、70年代的工业水平。现在国际机床工具行业的主流已经是数控化了，咱们的止步不前就等于是退步，就会与人家的差距啊越来越大。叶教授。我们厂有数控机床，
不在这个车间，要不带您看看去。小伙子，咱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。在数控机床的研究上呢，我国起步很早，50年代末，我们就自主研发了第一台数控机床。但是，20多年来，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发生了3次大的技术飞跃，从电子管到半导体晶体管，再到计算机和集成电路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没能跟上主流技术，所以与国际上的距离啊，就越来越远了。很多技术员和工程师想方设法出国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呀？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在我认为啊，中国人、外国人的智力水平都是一样的，谁不想到一个更高更大的技术平台上去寻求自己的抱负呢？但是我对那些出了国就不回来的人是不敬佩的。知识分子就应该用知识来报效国家，再大的个人抱负也比不上为国家做出贡献。小伙子，咱们是不是到另外的车间去看看？好，您这边请。原来的票退了，这是新买的。你的票也退了？今天开学，原本你是可以赶上报到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等你就一定等你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买一趟车票有什么好谢的？我是说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救命之恩，说谢谢都太轻了。真不用谢，那种情况下，换作是谁，都不会见死不救。我以前一直觉得，如果遇到危机的时刻，我这种性格绝对会挺身而出。可是真到生死一线的时候，太恐怖了，确实需要非凡的勇气才敢面对这一切。事实也证明了，最先到达现场的人选择了退缩。人啊，就是怕比较，这一比，就显得你格外的了不起。你太过奖了，我没你说的那么了不起。如果说是勇气的话，可能是你给了我勇气。你那么聪明，那么好看，那么充满青春的活力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完美的象征。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受伤呢？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再说你也不了解我。那可不一定，咱们以后可就是同学了，咱们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互相了解。嗯。来日方长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咋的，勤工俭学呗？人家这叫演出。人家这是演出，可比你的快板好听多了。我也会。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, not so long ago. How I wonder.Good job. Welcome to Music Club. 哎，先生，
谢谢。来，好，这是你的，兄弟们。哎，好。咱们现在休息十分钟，谢谢，大家可以四处看看，但不要到处乱跑啊。好，解散。好的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小江，你也坐。哎，叶教授，我还是不太相信，您说我们厂技术就这么落后吗？您可能不知道，咱们国家很多重点工程的设备都是在我们厂做的加工，比如火箭发射设备，那很多部件都是我们工人这一双手打磨出来的，我看也没耽误工作呀。哎，小江啊，那是因为咱们国家整体的工业水平还很低，如果一直指望着工人师傅的双手来生产工业品，那工业水平的上限就锁定在这双手上了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，这就像射箭一样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要想让箭射得远一点，你就得去改造弓箭，比如让射程远个50米、80米，甚至于100米。可是无论如何你怎么去改造，这弓箭它永远变不成机关枪。那我们为什么守着弓箭不造机关枪呢？这呀，就是一个大课题了，有市场的原因，有观念的原因，更重要的是有人才的原因。培养人才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做得到的呀。快传快传，快点！大学真好，后悔了，当初怎么不好好学习呢？哎呀，好好学也考不上，你是哪块料，老天爷早就给你定好了。哎，你就说我，看书看不到三页，我保证困。可是学做菜，我只要在旁边看一遍，全都能学会。我这本事，上大学他都学不来呢。你还有点本事呢，我是真正的一无是处。你咋了？来一趟大学，瞧把你给愁的。哎呀，你把脑袋抬起来，都快贴脚面子上了。你才22，干什么都来得及，一点都不晚。对呀，我才22岁呀，我是应该好好琢磨琢磨这人生目标了。哎，你说，你刚才说谁脸贴脚面呢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不文明呢？大学校园这氛围一点没熏陶着你。我就是个粗人，管得着吗你？就你这样的，你这辈子你也嫁不出去。你不是你先操心你自个儿吧啊，自己都没找着媳妇呢。闻什么呀？大学校园把你整的全是葱花味儿。走，死你！站！哎，我的妈！讨厌的！哎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你这是欠揍！我跟你说。刚才去水房打水，听到有人议论你。议论我？我有什么好议论的呀？校学生会主席刘天宇亲自邀请你参加他创建的音乐社，这是让多少女生羡慕的事儿啊！这都成新闻了。你说那个弹吉他的，他是学生会主席？你不知道？嗨，亏你还是学新闻的，这消息也太不灵通了。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刘天宇。外语系大四，学习好，唱歌好，长得好，打球好，似有新人。而且他不仅是学生会主席，还是无数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一般女生啊，他根本都不搭理的。但是今天，他热情地向你展开了双臂。哎呦，你可别瞎说啊！其他的呀，什么也别想。我想他干什么呀？我自己又不是没有男朋友啊。你有男朋友？他是不是咱学校的？学什么专业的呀？长得帅不帅啊？你这不废话吗？陈柔男朋友肯定差不了。快点说，
是不是咱学校的？他不是咱们学校的。啊？那是哪个大学的？空军航天学院。哇，学开飞机的，这么厉害！对啊，春荣，太厉害了。哎，快熄灯了，赶快回去睡觉吧。啊。同学，垃圾别乱扔好吗？你这什么人啊？怎么什么都往上扔啊？恶心死了！说谁恶心呢？谁乱扔垃圾，我就说谁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再敢啰嗦，我把你脑袋揪下来当篮球打！哼！叶教授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下一站啊，动力车间，来，往那边走。石头，哎，哎，叶教授，找你的啊，我们这边等你。哎，那同学们一会儿见啊，我们就在十字路口那儿见。嗯，好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想我了？放假了？才开学几天啊？放什么假呀？哟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怎么生气了？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有人欺负我。谁敢欺负你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是不是想家了？啊，矫情了。我特别理解你。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。第一次离开家，又这么远，好几个月都见不到我妈和我爸，还有我姐了。好歹你们家人多。我这一走，我们家只剩下我妈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说这些让你难过的。要不我给你读首诗吧。读诗？嗯。诗歌很神奇的，它能给人安慰，给人力量。我从前难过的时候就读诗，或者把我的烦恼写在诗歌里。那就读吧。我给你看看我最近抄的几首诗。那《走向远方》，汪国真。汪国真是个诗人，你可能不知道他，但是他的每一首诗都能写到我的心坎里。那我就给你读读这首吧。走向远方，汪国真。是男儿，总要走向远方。走向远方，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。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，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，更装着思想。我们学着承受痛苦，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，把眼泪
都储存在成功的那天留。那一天，哪怕留他个大海汪洋。嗨，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哎，这么点事儿不至于哭啊。哎，我正陪叶教授考察呢，考察完就找你，好不好？啊？什么叫大事儿啊？啊，这还不是大事儿啊？我从小到大都没遇见过这样的人，而且他就住在我上铺，天天都要见面。好好啊，那个什么，回头我给你报仇啊。那个，我先忙去了，上班呢。啊，你回去吧。你是不是嫌我烦了？没有啊，我真没有。我保证给你解决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先回去吧，你说赶紧过去吧。去，哎，行行行，忙你的吧，找我哥去。哎，去去，哎，你别让春秋自己一个人去啊。Ben， 放弃。Ben， 放弃。Ben。放弃。这都一上午了，就那一个词儿，我都会了。行，这都抽什么福？学个外语。倾听着岁月的风，无言又抵过千言，一浓再浓，一天一年，目送过岁月的帆，总有人能会走远，彼岸此岸，心追随着流年，把一切留给时间，冷暖存于心间，与天空海阔，与天空海阔相连。半生离合悲欢，仍有爱可相念，换一抹暖阳，划过烟火人间，继续向前，一生辗转聚散，半生。